好嘢，呢一件咧，大家一定要揀。嗱，咁如果俾我推薦嘅話咧，呢一件咧係性價比最高嘅，真係性價比最高嘅。如果你係 A 嘅fans牛，我好老實嘅，呢、這個叫做六性態嘅安瓶，點解我會覺得佢係一個性價比最高咧？呢、這個係 A 六嚇，呢、這個 A 六。咁佢點解會我會覺得十件 product 入邊最高性價比呢，不是說其他的不好，因為其實本身這個呢用的是叫做六性態的一個成分，這個叫做六性態安瓶，它裡面是有十支的，我首先跟你們說一下它是什麼來的，有十支的一個安瓶，因為呢它那個六性態呢裡面有一個叫做月稀六性態白的一個成分，就是它的主要成分，而這個成分的功效呢就是模仿我們肌肉收縮的過程，模仿我哋嗱，我開住俾你哋睇嗱，好似呢啲咁樣咧，其實佢就會有個啪啪喺度嘅一個個蓋喺度啦。咁你可以將個蓋一擺落去，跟住一嘢就啪開咗，咁就開咗噶啦。咁你就可以將呢個攞開先。跟住咧，這個你 keep 翻嚇，唔好抌咗佢。呢、這個嘢 keep 翻。咁你就將佢用我冇嗰個管，你可以用個管都唔得，唔緊要。你用個管又得，你好似我咁樣倒出嚟又得，因為佢啪開咗嗰個位置都幾齊噶啦。唔該。好像這些管一樣，如果你們要這些管呢，你幫我留言個管字好嗎？留言個管字，我們到時呢，到你買東西的時候，最好幫我剔一個 note， 你要這一支管，那我們就到時跟埋給你，去寄貨的時候送埋給你的。那如果不記得了，你現在mark住先，記住先。這個有什麼用呢？告訴你們，它是促進我們的肌膚的細胞，生一些細胞出來的，改善了一些幼紋仔的。即是你搽咗落去，其實我就半支，搽半支。當咩搽咧？喺通納之後搽嘅，通納之後搽。佢係模仿我哋嗰個肌肉嘅收縮過程咧，令到個皮膚更加 firm、更加緊嘅呢一個。呢個係 A 六嚇，大家我覺得你哋應該係要，應該係要揀呢個嘅。呢個係其中一個應該要揀嘅產品嚟嘅。呢個係 A 六。